嗓子。七楼都打灯了，你说爱恨纠葛那没用，你那玩意儿多大声啊，干啥呀？对付这种人你不玩点狠的，我跟你说根本就对付不了的，咱整点比较狠的曲儿行不行？出事啊？他这是来找事儿的了。不是你家这大半夜的，你家吹啥？让不让你睡觉了？你家大半夜的唱啥呀？不是，我愿意唱啊，我在自己屋唱，干你什么事儿啊？那俺俩自己家吹，跟你有关系吗？你上俺家门口吹啥？你再吹一个试试。就吹能咋的？老公吹他。那玩意儿横的哈！吹吹。我在门口吹，生人过你们家那边了，知道不？夕阳呀，怕啥呀？哎呀妈！啥意思？哦哦哦哦！啥呀？哎呀哎呀！啥意思啊？啥意思啊？啥意思？老丫呀！这是啥呀？啊？你个老娘们都干不过？咋的？有能耐你也上啊！是吧？我可不是跟你一样的。